好人的标准就是爱以尊敬之行，如此这是好人的典范。善事法中的善，就是指善根，无排斥甲对立，但要经常如此练习，以此滋润心灵。修行就是自己警惕自己，并且虚心接受他人的教导和建言。随时保持觉察，唔爱让自己犯同款的错误，如此就是会晓把握自心的人。因此，咱要对他人保持宽容，对自己则必须保持觉察。学着找回自己上纯粹的本来面目，佛性。无论任何生命体，天、人、鬼神，乃至家雀、狗遐等等，本体拢依咱共款，顽固清净的佛性，拢有成佛的本性。
脱去感情、欲望、甲权力等一切执着，转为成佛，咱将会当看见生命的真正价值。就是因为内心存有佛性，咱才有成佛的可能。只是咱习惯了世俗的对立，唔知影善用内在的智力如意宝珠，以致使咱未失真实的自我，流转世事。咱爱多亲近善知识，善用环境，以培养佛性，重养心性。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，各种国家的语文，包括英文，来弘扬出去。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1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，护持正好1996-5232。
0266-199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司长蔡淑凤。防疫新生活，您做对了吗？口罩要分内外层，外层视为污染面，内层视为干净面。口罩使用一二三：一、戴口罩前要先洗手，检查口罩外层向外，压条向上，戴上后轻按鼻梁，盖住口鼻，预防飞沫接触。二、脱口罩前先洗手再脱，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四分之一，再丢进有盖垃圾桶，丢后再洗手。三、暂存口罩时，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四分之一，放在干净的纸袋。口罩请正确使用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桃树、梅树、榆树、柳树常生出刺毛虫，如果在清明节那一天的半夜以稻草将它们绑住，这种虫就会减少了。明仔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灰暗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亮光的灿烂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出力量。